逼啊，这个感觉。这些大逗逼的火箭，我操！这个比令北还高。这钢铁侠比一个人还高呢。对，比令北高，帅吧帅吧帅吧！这些大逗逼的火箭，是不是比令北高？帅不长？帅死喽！令北确实不错。这个有钱都买不到，人这个是找了好久那个狂牛买。有钱买得到，需要更多的钱。我转卖给你。这把去哪里？水炸。我今天手感贼，真好，超级好。好，走。准备啊！准备跳啊！我要开始三二一了啊！好。三，别着急啊，别着急。二，一跳，兄弟们，我要跳跳跳跳跳跳，救命！怎么能跳？我要跳啊，大哥们！跳了，跳了。不是你这个没有教训，你应该直接要跳投冲杀他妈的，就这样。给老子冲！可以兄弟，那下一把就你们怎么稍微凶一点？就每次我对每次我们打架的时候，我们就干他妈的，跟我杀兄弟们压上去！妈的，左边左边，撕碎他们，是碾碎他们可以吗？撕碎他们，太残暴了。一边撕碎一边碾，兄弟，高手。你是绞肉机吗？你是？先把敌人全部杀的一个不剩，让他们看到我们就怕。一个不剩，还有谁能看见呢？为啥我有10%的丢包率呗？你居然能看得懂丢包率 ？PTPKTLOSS， 我都看不懂。能看。他是有时候倒数最后一个就是丢包是吗？他那个红色的就是丢标，丢包。哎，我感觉我耳朵失聪了，我左边听力有受损，然后下个版本 M16 加强，我蓝战飞无敌了。我记得最开始 M16， 他 M16 虚弱了，没有，他 M16 下个版本可以装枪尾巴。哇哦 ，unbelievable！ 还可以，然后减低了他的后坐力。哎呦我操你妈呀！怎么了？咋了大哥？哎呦我操你！我操这房有人！啊！我操我这房有人！来打他呀！弹血啊！别急啊！别急啊！别急啊！进去啊！别倒！哎呦，有人都不知道吗？这，快来！我靠！我那为啥有人啊？我跑了。别说话了，大哥。救我！别说话了，有人，仓鼠王。还有人啊？一个罗屌咋救你？仓鼠王来了！不要吗？我把他救活了已经。我有个人不要吗？能量饮料，来！没事，我来把他搞死。OK。哇，这里有个人拿机枪的，我操他那个腿的，看他了，飞枪，就，哎呦我操，小心啊，老鼠啊，不，仓鼠，他来搞你了，他被我杀了，啊，还有个罗屌，图图你也跑吧，图图，还有个罗屌，别说话，我找他。这个皮是个机枪，我不敢上，我不带有枪了。那你别上去，回来。有车吗？刚小车库还好，小车库那人瞎，不让我搞死。饮料来一个。来。来，仓鼠王走。哎，这里有个车。仓鼠有车。你们这群逼，等一下说话。哎，好。快来呀，鼠王。我说了，哎呦我操！走，我是仓鼠国国王的原始老祖，当仓鼠国发生危难的时候，我就会出来。上车！哎呦我去！大哥，你这确实是拿肉体跟钢铁碰撞啊！小车库还有一个，我这跳到脸上，跳到后，小车库应该来我这里了，应该是跑来我这里了。然后他居然没看见我。没打我，吓
这么吓人的吗？嗯。我靠！我满配 M 四的装备没有盆子。你快找个车来找我们吧，我们都已经走了。啊。你的仙人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啊，仙人掌就不见了吗？没有，不是那里车让了吗？可以。我去，你这。我跟你说，我看你要收费，我就直接送给你了。我本来不想下去拿了，我说你给我35块钱，那仙人掌就送你了。我刚买的，你也知道。结果你还给我又送过来了。为啥要买仙人掌？不是天天对着辐射，它能吸辐射吗？那玩意有用吗？不知道啊，先买。没有用，那个都是骗人的。我可以复制35，但是没必要，兄弟。真的，他真的狗。他说你仙人掌落着了，我说那这样吧，你给我35块钱，那仙人掌就当送你了。你有病吧？送回来了，意思是你自己后悔买了，发现好像是真的没什么屌用。没有，我是忘了拿。那我跟你说，仙人掌什么防辐射那个，我跟你说，你就是被骗了，兄弟。真的防辐射？再跟你讲个东西，咱们平时用的电脑、手机，还有 WiFi， 是没有辐射的。你可以上网看一下，买个心理安慰行吗？用你钱了吗？周总监之前买了朵花放电脑旁边，不就被辐射死了？已经哭了，兄弟已经哭了。他不是被辐射死的，是我就不怎么浇水，你知道吗？还好他们说仙人掌不用浇水，我就买了。小车库有车吗？你那里？被拿了，有个 M16A4。嗯，哪里有不要的头吗？AK 给我 M16A4 给你们怎么样？谁拿了？我没有啊，没东西啊。谁拿了我的 M16A4？ 给你把 AK。我最有喷子的。给你 AK。好，仓鼠王好起来了呀，有 AK 了。烂枪给你们了，102。你这你妈是个手枪啊，兄弟！真没有辐射。走！我跟你说，你说什么 WiFi 有辐射？我跟你说。WiFi 要对人体有害的话，有一个办法，你要放1000个 WiFi 同时开在一个房间，才有一点点辐射。照这样说的话，做主播的必须戴那种防辐射头盔，不然戴着天天坐着估计差不多了，兄弟，搞2年就拉倒了。而且再告诉你，是我们手机啊，还有我们，我操，前面有人，我们手机，我们的手机还有 WiFi， 还有一切就是说。电用品的那个辐射，哎，前面有人，别前面有人，你下车干嘛？是跟那种真的对人有影响，对人有影响那些辐射是两码事，打他们。二楼，这上面有个人，好像是挂机的，真的走，我们声音调。哎，这全是挂机的，全是挂机的，上了上了，这不是挂机的，全是挂机的，不是挂机的，他还打了我一下，这不是韩寒吗？我操，兄弟，你怎么能让他补我啊？谁说是挂机的？我被一对憨憨杀了。挂机个毛的挂机，这算打杀就杀就杀。我被一对憨憨杀了。这屋里冲进去！喷射，没啥。我被一对憨憨杀了。不是，我都说了不是挂机的，你们还不信？都说了不是挂机的。你们不是我冲上去，这个人一动不动，你知道吗？在看着我，没有，他还喷了我一下。我被一对憨憨杀了，我操！我被比仓鼠王还菜的人杀了。不是挂机的，你知道这帮人什么情况吗？看到我冲上去，先看我一下，然后我砰他一下，那才分手，兄弟。你们已经少了一个队友了，还要少第二个队友吗？填包吧，填包吧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兄弟，先爽一下。我看一下啊，男的飞究极飞，我他妈，直接有空投武器呀、啊，好像。你稍等一下啊，大哥有没有急救包啊，大哥？我来给你们科普一下啊，我要找个东西给你们科普一下。这里有石膏，这里有石膏，快！哎，我能先说话吗？我今年有人。这里，好，马上来，我们再填一下。哎呀，我来给你们科普一下。你捡个帽子，大哥。你要不要背景？我给你六倍镜。这个在哪？我们来救你。这个给你，快！地上东西捡。你们只要不说话，就当是救我了。行，放心，我们不会说话的。捡。等一下，我要找到那个科普的信息。捡一下。那我要给你们科普一下。得不得？我没子弹了。好。没有子弹。没。只有送弹的。来，到楼上去看看。楼上还死了个人呢。
哎，这个人也没有，这个人也没头盔，兄弟，这不血亏啊？对，没有头，这么着，走吧，走吧，我们走。快快，楼上的人没有啥我操。走吧，走吧，去自命堂吧，他不行了，已经。兄弟，这是一堆人机吧？他们真的是人机，你知道吗？在那里一动不动。上我们来支援你了，放心，你死不了。我们来支援你了。你在哪儿？你咋还在二？你咋跑二层去了？我没车呀。你躲在屋子里别动啊，我们马上来救你。啊、我告诉你们，三个了。长期为把手机放在枕头边，不会因为所谓的辐射影响到你的睡眠，是因为你要玩手机玩到三点钟。别怕，仓鼠，我开车的技术慢，动不动撞人，知道吧？可能你内心有一丝丝的慌张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你死不了。坚持一下，祖宗，我们马上。再坚持坚持，兄弟。哎呦，我不知道是哪个位置，我看到那个。啊，我的这个车技怎么样？你看看，你看一边走一边拐弯。就他一个人，那我俩直接抓脸了。你们过来搜吧，我直接上去，阿成没被搜过。我上去直接压死他。不是，那个人已经被我杀了。啊，那人已经被你杀了，你这么屌。我杀了三个了。你是一个屠夫吗？这么恐怖，上去这么杀。快来搜吧，把阿成搜了。好，然后现在你们百度百科可以查得到了，就是手机还有辐射，就是我们平时生活的电信危害的一些留言，不能枕着手机睡觉。啊，大哥，大哥，这谁呀、啊？这谁呀、啊？我操！周哥，你什么时候有这套打法？这不骗人吗？起来了，现在兄弟，在哪？好，再见。我的妈！你说什么打法？在哪？仓鼠？太惨了，我在三层楼，三层楼楼顶。啥玩意儿，兄弟？三层楼楼顶，你走过去你就要死了。走过来，可能会。别去见阎王了，别去见阎王了，兄弟。我操！我不过，你不是说可以救吗？仓鼠啊？这不骗人吗？我说了，我这围墙可以救，但你跑到这围墙可能会被打死。这他妈的，你撤开我的花园，兄弟！不能救。你撤开我的花园！我说我这个位置，你跑到我这个位置可以救，但你跑到我这个位置的时候可能会被打死。我一开始根本就没人在哪，你说你根本就救不了那个人，贼你妈的一枪卡在那个楼上打我们。我说我这个位，我这个墙。好了，别讲了，别讲了。我来总结一下吧。图图全国为啥他一个人在阿城？因为你不开车接我。而且他还说为啥不开车？为啥不开车接你呢？因为我们看到空头下了，如果我们去慢就没有了。你为什么要去阿城？这么大条马路你不会找车跟过来吗？我找了没车，跑了一大圈了，然后你死了我就在那搜了，懂不？吵死！刚才我知道为什么打不过他们，就是仓鼠你不应该下车，你知道吗？一打你我们就开始跑。